哎呀，夹住了，收获。这家伙太能了，看，舌头都露在外面，正在张着那小口。我不知道你等谁呢？啊？哎，合上了。我估计刚才他一使劲，把这个咬了，直接把铲子咬了，有点韧带拉伤。你等谁呢？你张个大口啊！打掉，你还想把粗吻献给别人啊？先带着了，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！正无视我的存在，这一个，这家伙，你把头露出来，你说我，你猜我抓不抓你吧？啊，你猜一下我抓不抓你？太狠了这一个啊！你握杀你握好好的。能藏多结实藏多结实，这家伙头露在外面不地道，带着吧，最多再过2分钟肯定发现不了他。还有一点，就握进去了，等到他真正握进的时候就跟沙融为一体了，上哪能看见你啊。哇哦，哎，从底部刺水了，都这么一大个，喝的水是真不多，看他的肉都喝不下去了，他得肥成什么样呀？这过年肯定这个饭菜比较硬，你要是别的时间的话，估计没有这么肥。回家之后再给你洗一下，下锅。这里边还藏了个小家伙，在这呢。哇，沙好多啊，从这边进去的，我还以为从瓶口进去的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哎，咋的了？出不来吗？出来，哎，出来了，在这儿。哎，吐沫了，过来吧。这个好像太小了，这太小不能要了，瓶子我带着了，这就给你放这边，握进去吧，拜拜。像这样的小口了，它有可能就是蹭完，看见没有？不是，它这个洞好长。嘿嘿，出来了，吓我一跳，看，这个蹭网比较大哦，给它上点盐看看。出来，他是死活没动静呢，是不是把鼻子扔了跑了？哎，来，这挖吧，反正他鼻子已经出来了，应该是跑不了了。哎，哎，哎。跑不了了，出来，出来，看，他把鼻子扔了。这个蹭王太聪明了，他这叫调虎离山，应该是。鼻子还在这儿，看，直接把鼻子扔了，自己就下去了。应该觉得我会挖他，他直接看射到眼，他就鼻子一断就跑。嘿嘿，太厉害了这个。这网子底下藏了一个。傻瓜鱼啊，这也叫傻瓜鱼啊，只要你不抓它，它连动弹都不爱动弹。抓住了，哇塞，漂不漂亮，像不像一个龙的尾巴？哎哎哎哎，哪里跑，我真怀疑它的智商呀。哇塞，这智商真堪忧了，就这么点，就这么高的网了，就能把它拦住。这里傻成啥样吧，行，带到那边去转一转。出现没，这边又来一个，这边又来一个。这个老实啊，张大嘴干嘛呢？有啥好吃？哎哎哎呀，有啥好吃的藏嘴里了，我真想扒开看一看。你说我就怀疑这个沙光鱼到底傻到什么程度，抓它真侮辱我的智商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是二强，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
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